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未完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。哦，只要你也永远坚信。什么事儿？你雇的还满意吗？满意什么？对外说是助理，实际上是从安保公司给你雇的贴身保镖。对外是给我雇了一个保镖，实际上是你找了一个人24小时看着我。你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你不要随意改变我的生活，好吗？有人破门而入，有人要打击报复，是他们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不是我。谁要打击报复？你以为那个人没去5号码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要不是他从我这儿拿了钱，你以为他会放你鸽子啊？啊？侯总，你消息是真灵通啊。嗯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，那就是我的生活，我自己说了算，请你不要插手好吗？我也告诉你，保护你的安全，就是保护家族未来继承人的安全，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决定。十一，带他出去吧。说吧，你怎么才能走？如果我失职，没有按合约保护好你，被开除，我才会走。那太麻烦了。这样啊，侯总给你多少工资，我给你2倍，你赶紧保护别人去。我先好了，去报两个警察去。不答应是吧？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麻烦你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咖啡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您的咖啡。嗯。哎，等一会儿。这是什么咖啡啊？啊？哦，换一杯手冲咖啡。好的。您的手冲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你回来，你会不会冲手冲咖啡啊？你这温度根本不够，这咖啡豆都没散发出它本该有的香味儿。好的，马上帮你换一杯。您的咖啡还满意吗？凉了。帮你换杯热的，加热过了。什么叫加热过了？微波炉打的吗？啊？咖啡是可以加热的吗？你对这杯咖啡有最起码的尊重吗？我问你，啊？要不我再帮您换一杯？不喝了，一
天的心情都整没了。你是那个舞刀弄枪的五十一吗？是我。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多指教。你这性格不是挺火爆的吗？啊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啊？早上吃药了？突然懂得温柔贤惠了？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跟我笑什么？只微笑，没事了。那有事您叫我，我先出去了。哎哎，把这个咖啡端走。好的。让你给我好的。其实吧，我对你们保镖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。那既然你都是我的保镖了，就给我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做了7年保镖了，以前是散打运动员。没了？没有了。糊弄谁呢？详细的自我介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你那回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？没谁，训练任务。啊，你们训练跳楼追一个柔弱男子，还揍一张。不用不好意思说，跟我直说没事。男朋友吧？就说嘛，都能理解。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就要相处，对吧？多沟通有助于我们以后日后好相处。做你男朋友是不是也是高危职业啊？动不动就动手，动不动就挨揍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什么也不敢讲。2万，我们马上找人。碰瓷儿是吧？碰瓷儿的，碰瓷儿是吧？你，那你遇上我算你太幸运了，我就不陪你怎么着，不陪你。说谁碰瓷啊？哎，抓我领子是吧？是不是要给我动手？是不是动手？是不是要动手啊？陈峰，别动手，好好说。管闲事儿这是。行啊，我去。Ha ha ha.